我们也是没救了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说了一半，是你自己决定的。我懂什么？应该是你帮我决定，你才是医生。哎，医生啊，你刚才说他是什么病心肌梗死呀？钱币。那我网上查一下。姓王的姓朋友就是不姓自己的主治医师。家属同意了吗？没有啊。必须同意。为什么？我已经隆完了。 皮肤出血是溶栓的不良反应。你们溶栓了？